哎呦，干嘛叹气呀？我的外甥哦，最近和他的同学啊，就是关系不好，整天闷闷不乐，我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帮他。哎，会不会是跟同学之间有误会呀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哎，别担心，留守活力加油站，待会儿呢，我们有心理辅导师来传授改善人际关系的好方法。